这边的路哪边可以过？换手挖呀挖，整条马路都在施工，但工作人员却挥手示意可以过。换个角度看，路上满是坑洞泥沙，宜兰县苏澳镇的马赛地区，附近道路一连施工了好几个月，却没有做好防护措施，让住在附近的吴小姐因此摔车。他们水泥前一天刚灌好。 然后我们早上要出门，水泥上面的那个油面是泥土还是什么的，就是还蛮滑的。然后他们就是没有再用水，就是喷过、清过这样。骑车下来，然后一转弯就整个滑倒。当时吴小姐还载着四岁孩童，一个惨摔让小朋友也吓坏了。老师讲，伊敢那。 情绪不够，进入点。吴小姐控诉道路施工的这几个月，四周都没有围起来，甚至连警告的三角锥或告示牌都没有。晚上骑机车过去，真的几乎看不太到。不仅踏出家门，有危险，就连室内地板瓷砖也龟裂，这家还怎么住？陆陆续续在收尾的一个阶段，所以第一层的一个 PC 才会去进行，看能不能在大概明年中就保留区的部分先行整个工程到一个阶段。地震出货报后，已经将情况告知开发营造单位，包商也承诺会改善，尽快还给当地居民安全的生活空间。记者林医生张振明草为您宜兰报道。